手上拿的都不用钱呢，都免费。这台机器真太棒，而且还好几个东西，有吃也有可以用的。包浴挂式咖啡，现在再试一个给大家看。首先你要先下载好虾皮的账号，然后设定好信用卡。然后我们现在随便选一个，我们来选都可以，下面这个，这个，好，开始，点它，然后扫 QR code， 然后你就直接点选直接购买，在折扣代码这边，它会输入它上面显示出来的这一组代码。好，现在输入好了是，对不对？你就直接按去买单结账，有没有零元哦？总金额它写零元。然后他写说出货，你看你看，支付成功，正在出货，请稍等。你看，真的，快快快快快！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当然，真的哎，免费，免费又拿到一个。我想要那个万用盖。万用盖。嗯。万用卡，金法的可以免费拿，都已经拿完。这一次不小心在美丽华逛街得到的体验，大家如果觉得今天影片怎样，我好久没讲 slogan， 我已经忘了。好，大家懂的，大家懂。太久没有录影片了，妈妈太久没有更新了。好，总之就是拜拜啦，拜拜。是小牛爸不是想要那个万用盖吗？然后结果我一看，哎，上面竟然写抛弃式双层奶粉袋。意外得到一个奶粉袋，而且他说这个盖子是奶瓶变身万用品，适用于小斯巴的玻璃塑胶奶瓶，丝网也可以跟背心可以 fit。是哦。对，回去试试看哦。好。